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最后一组故事，来自台中市立建功国小的蔡明翰、谢佳妮、黄姿颖、邱凡珍以及他们的故事《大树下幸福的孩子》。来，同学，我们今天要跑三圈操场哦。他不能跑步，还我心间空寂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才行。树呀树呀，我帮你种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中市建功国小的小树苗队。今天空气品质不好，又不能到操场玩了。别担心，万嘉瑞拿台英女士说过，去想我们有什么能做的，不要担心那些我们不能做的。全班分组定讨论出策略，在暑假期间我们去探访了访查了学区附近的老树，以下是我们讨论出的实践方法。活动一，向大家宣传种树的重要性，并鼓励大家多种树。活动二，拜访建功的大学长赖水和先生。活动三，将校门口前的老榕树提报为台中市受保护树木。活动四，在运动会时举办写给老树的一句话的活动。活动五，协助农业局进行老树叶板评量作业。这是我们从2016年9月到现在的活动历程。一，我们协助树人协会协助宣传发放树苗活动，老师及里长都答应协助宣传。目前所有树苗已全数领取完毕。二，访问种树的赖赏赖水和先生，我们已将访问的心得以及资料在班上进行分享。三，运动会校庆时，我们举办写给老树的一句话，最后共收到318张树形小卡。四，将校门口的老树提报为台中市受保护树木。当时农业局表示几率很大，在2017年12月19日，国语日报的16版里有我们经历的过程。每个同学看到后都迫不及待地分享以及阅读。六，在2017年12月27日，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网站《台中市校园生活报道》中，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经历过程，点阅人数超过684人。林务局为推动全民植树绿化，在每年的立春日，大约在国历2月上旬，直到3月12日为植树月。所以我们想在3月时举办建功老树节。这是我们在活动时拍的照片。我们在穿堂布置了一棵大榕树，并向全校宣布建功老树节活动开始。在3月15日时，我们正式收到台中市农业局寄来的公文。我们校门口的老榕树正式列入台中市受保护树木，编号为0838009。我们在3月20日时，在学校举办赛迪辛肯故事分享会，分享我们的故事。原来我们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啊！对啊，爱护老树，爱护地球，大家一起来。
谢谢建功国小的同学们，来来来，往台中间集中哦。你们这组总共几个人？六个人，哎，二四六八，两个人没有来。哦，原来哦，你们是帮忙的同学是不是？那你们学校，因为我有去过你们学校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学校还蛮美丽的，我对那棵树莓还蛮有印象的。所以在你们的努力之下，它已经被你们提报成台中市的这个老保护了老树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光就这一点就值得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，对不对？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，大人想都不关我们的事情。有的事情呢，小孩讲的不关我们小孩的事情，那是大人的事情。其实小孩子他们只要认真想做，他们的确可以有一番作为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做法很骄傲？啊，有没有想说哇，太棒了，因为我的关系，然后让这棵老树受到裂管，然后开心到树皮上去刻字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那以后还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要保护离你们这么近的老树呢？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一样会去申请那些老树被保护。哦，还会再接再厉，是不是？再找其他的老树申请？还有吗？学校门口那个老树人，你们要怎么样照顾他？每天都去陪伴他。每天都去陪伴他。好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啊、哦！再次谢谢我们建功国小的同学，然后也欢迎我们的这个辅导员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谢谢台中市建功国小的同学们。